等一下会给你时间暖身一下，好不好？好紧张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位舞者的练习。平常很少运动的刘小艺接受挑战非常需要活力的非洲舞，这里有办法应付得来吗？ 因为刘小艺太少运动啊，老师为避免他受伤，可是带了一整串的热身运动。哎呀，这怎么感觉刘小艺热身完就累了？我热，其实我热，因为我脸红了，对吧？我热。进入正式练习之后，他又练习的如何呢？ 经过一段时间练习，哇，刘小艺似乎越跳越有架势了呢。但才练了第一个动作之后的感想却是，这个动作是怎么回事？谁呀？接下来动作似乎没有比较简单，但是刘小艺啊还是非常努力的练习，加油。 再练一练呢，刘小艺还是忍不住发出了怒吼。究竟刘小艺能否成功练成非洲舞？让我们回棚内看下去。 讲真的，真的不简单，这个舞蹈感觉跳完肺都要爆了。而且你知道这个舞是我自己选的，我真是疯了。哇，我原本以为很简单呢，结果哦，我的妈呀！我是第一次看练习，变成觉得我们节目好过分，就是对啊，好像把人家弄死的样子。真的，这个舞真的不简单哦。跳完真的很相似。可是记得你的记性好吗？记舞步。我现在只能怕我忘了，所以我们不要聊太多好了。好，对，怕太跳。先跳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先跳好，好，加油，请。 节奏越来越快耶！哦，好累，让他喘一下，让他喘一下。哇塞！是祈雨吗？应该下雨了才对吧？可是他跳起来有爱的感觉。这种舞蹈小贤学过吧？很累，我觉得好感人哦！我知道他很辛苦，他以前肥也很辛苦，然后跳这个就更辛苦。我有点觉得就是那个神都要被你叫出来了。我觉得那个教舞的老师啊，露米有讲，他说你就是要把自己献给大地的意思。 啊，就是拼了命跳，就对了，就等于你投台前那一秒钟，你就是已经要上升了，就对。对对对对对，就感谢大地下降甘霖啊什么之类的。所以你每一刻都在想说，要撑下去，要撑下去。对，每一刻我不能这样倒下去，一定要再来。哎，你节奏不但变快，而且后来还开始抬脚，所以我觉得应该很累吧？很累，你看我到现在还在喘。所以要给心理建设，要说我要拼了吗？对啊，就是起码把它跳完嘛。 好不好？其实其次就跳完就对了。非洲舞，你蓝波老师觉得重？他其实哈，今天的比赛目前我看下来的话，以音乐性来讲，他是最难的。嗯，他最难，因为他拍子太难抓了。对，如果以你们专业的要求的话，你们希望那个抓到拍子应该到什么程度？不是，因为他有拍子不好抓，因为他那种敲击乐的手鼓的东西，他有他其实有时候自己本身的拍子都不准。
所以你完全要听得很熟，然后跟那个，所以他一开始在听那个节奏是对的。嗯，其实节奏，我觉得他的我觉得他的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高的，他不像一般有流行音乐，他有个 loop， 他会一直维持一个速度，他至少有旋律。对，他会跟着那个速度，他很难，他完全要靠，而且他自己连 ending 的时候自己都吓一跳，啊 ending 了。对。对啊，应该神已经到那个。对对对对对，神已经到了，他还没到这样子。因为那个鼓手应该是拍一拍自己停下来，自己也吓到了。真的吓到，因为我还没有蹲下来。对。因为但是我觉得表演哈，其实我觉得表演他讲有一种是动感的表演，然后我觉得他是属于感动的表演。是。你会看到哇，跳舞跳有一种心酸的努力。真的。对，他有看到。因为部落里面本来有一些女巫，可能就是这种。体力没有那么好的，所以他其余什么就拼了老命在那边。我在练舞的时候，我看老师放那个就是网络上的给我看，我发现为什么印度人都瘦手脚。对，这一直跳这种会瘦手脚，然后都胖肚子。非洲吗？还是就是非对非洲啊？我看到一种舞蹈，那种舞蹈奉献的力量，真的血泪史。真的，我连开车都在想舞步，然后刹车一直这样。晚上睡梦中应该都是那个鼓声吧？我昨天练完大概10点多回去啊，然后我到凌晨4、5点，哇，还想一想，开始想睡而已。一闭眼睛就是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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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就觉得我要起来练一下。他有个动作是往内往外，就很符合他的需求。我快吐了，我快吐了，我快吐了。那最后那几下，哇，整个人都哇。难怪你练习的时候会发出那种哇。辛苦你了，谢谢你的小姨。好，我们看下一位舞者。一进到舞蹈教室，就听到了咱们蔡依林小姐的美人计。难道魏曼这条挑战是蔡依林高难度的 Bogey 吗？自从上次魏曼跟高山峰购舞之后，我相信没有任何舞蹈可以难得倒她了。果然才没有练多久，哎呦，他已经把一大半的动作学起来了，很强呢。即使已经练得满头大汗，魏曼还是不浪费一点时间多做休息，让我忍不住想打给高山峰来帮你擦汗啦。看到魏曼练习如此认真的样子，观众们还不赶紧放下您手中的遥控器，不是上厕所，赶快来看表演。你练舞的时候很有杀气耶。可是真正的老师刚刚就是真正老师觉得我跳那样还离他的标准108000里。是哦。到最后老师说魏曼骚骚骚。他觉得你太正派了。对，他觉得我跳得太震惊了，太软了。而且就是他们还安排就是两个 dancer 老师，然后 dancer 老师为了要启发我，他说你整场舞呢就是觉得你的脸很贵，甚至比蔡康永还有大 S 还贵。脸很贵。对，就是要架势端得很高，就是因为他有很多就是要端脸的动作。对，我是女王的意思，是不是要把气势给喷出来？对，所以你有这样心理建设吗？我尽量，他们还叫我喝点酒，我不敢喝。等一下转完圈你就吐了。